即时新闻综合报道，有到医院急诊的民众昨14日晚间6点在脸书社团爆料公社 PO 文指出，一名女病患拒绝让医护人员拔除手上的点滴针头就要出院，被制止，竟然还报警，扬言控告医护人员强制罪。不少网友质疑，出院竟然按上针头，到底想干嘛？影片中看出到场处理的两名员警也相当无奈，女病患一直说不一定要拔除针头才能离开医院，并直言这是我家的事，警方则说你家的事，人家医护人员没办法担这个责任啊。女子回嘴，那我干嘛一定要给他拔了？警方回答，那你也没有这个必要来看医生啊。现场护理师强调，病患不可以将医疗废弃物带回家。有眼尖的网友发现，这起事件是昨天发生在台中市澄清医院平等院区。苹果报道，警方指称女病患约20余岁，系因不舒服至医院吊点滴，但自认为症状并无减轻，因此想要离开，却相当坚持不让护理师拔针，最后还当场拟具切结书自己拔掉针头，也不让院方清理伤口，就火速离开急诊室。许多网友看完影片后，都对于该名女病患不怕感染的举动感到相当不解，纷纷留言指出可能要带回家自己打药的针头留着一定有它的用途吗？辛苦的医护人员，刚好在医院去看精神科吧，送精神科先处理一下，那么喜欢插针，麻烦请联络中医师来一趟，那就别拔，帮他缝起来做留念。